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玩的游戏是《神魔之塔》。OK， 今天是6月30号，然后6月30号呢，《神魔之塔》呢，把霹雳的那个抽卡几率上升了两倍吧，看一下，好，200%。好，然后我就想抽个十颗啦，因为今天有第一局要打，85十颗差不多。好，然后听说就是如果你按的是蓝光的话，有人是这样啦，就是你看起来是蓝光的话，就把它萤幕缩小，然后再进去。他说这样会比较容易抽到，是不是？还是怎样？还是要关掉？我觉得它没什么用，它是蓝色的啊，蓝色的，啊，蓝色的，蓝色的普通卡吗？嘿，看起来没什么用，萤幕关掉吗？还是怎样？好啦，看这张什么？又是金蜘蛛，气死我了！好，来我们第二抽 ，Go！ 哦，又蓝色，我要金色了。我要金色。我要金色。第三抽，风之痕也可以啊。我风之痕还没抽到中，抽中过。地上第三张剑之出了，不要闹了哦。不要再进蜘蛛了！干，几张了啊？4张了，欸，王八蛋！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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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色了，各位，我第一次抽金色了，是谁呢？是谁？哦，耶稣！哦，行行行行行。对进入关卡后，不，对长级队友上期减少5。百事机呢？耶稣。对，六号剑士叶小钗作为队长。公司人设会有天剑三绝变天剑三绝强。OK。好，所以耶稣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光队目前最好的，不晓得。先把它弄成我的最爱，太棒了！终于抽中了，连续4个剑之出，谁受得了？继续，我是想要风之痕啊，其实我比较想要风之痕，跟叶小钗，拜托拜托，好，风之痕拿到拿到了，太棒了！那技能不知道好不好用，还没用过。OK，Nice， 拿到了。好，最想要2张卡我拿到，然后剩下我记得隐藏的那个卡片是魔王子，魔王子应该不好抽。然后还差素还真跟叶小钗，蓝色的，这样会有用吗？蓝色。就不要抽到剩40颗，我现在40颗了吗？鸡王，鸡王已经很多张了。好了，再抽2张吧，差不多。
又来热。好歹给我一个风之，再给一张风之痕嘛，不要再给我剑之出过几王，我傲笑红尘我也一堆了。哎，再一张。好啦，抽到一件书，我已经很高兴了，很开心了。又是蓝色，烦呢，都懒得。又是几五？好啦，最后一张，这样就抽了50颗，死抽中一。一夜出好了，值得值得，我喜欢。这很难抽哎、欸！哎、欸，魔王子哦，水，太棒了！还好我第10抽。盘龙鹅龙天劫，新符石转化成火符石，一回合内将龙类兽类魔主攻击只要是哦，有点像暗龙石的效果。哦，严令不我 ，OK。这张有没有到很好，我是不知道啦。不过至少收到稀有卡片，是稀有卡片吧？应该是吧。OK， 好了，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频道按个左下角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红色小框框按个订阅。然后今天晚上9点的时候呢，会有天策真龙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是想就是开个 YouTube 的直播，但是。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开成，对，然后我可能要先打一波之后才会开吧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来看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这期收看啊！喜欢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及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期的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